Hello，大家好啊！星期四嗰晚去咗安卡隆，就係我好難忘嘅一晚嚟噶。自從上次去 Benin 嘅聚會，都係起碼都有一兩年前啦，都有啊，冇唔緊要啦，好耐好耐噶。嗰日去安卡隆聚會啦，俾我即係我知道咗一件事，就係即係體會到一件事啦。要感受聖靈，要感受神的同在呢，是要自己去追求的。當我們一定要放低我們自我去追求，才會即神就會很強地臨在在我們身上。那天開始唱歌啦，有西班牙文有英文，很亂很亂。但是當我看到阿 J 在那裡跳啊跳啊跳啊，然後本來很怕醜的，然後看到我跳啊，咁影響埋我心，跟住我都喺度跳跳跳跳。當我一咁樣跳嘅時候，個心就會打開咗。當我一打開咗個心嘅時候咧，嗰種喜樂啊，好開心、好無憂無慮嗰種感覺咧，就湧埋我嗰度啊。跟住到因為阿 J 影響咗我啊，咁好開心。當時我真係好開心啊，喺度唱歌。咁跟住到後嚟啦，佢講完道之後啦，佢喺度嗌啲人眯埋曬眼睛，然後。你哋有即係想上去，即係覺得你想重生啊，就上去台上面就跪低咯，喺度祈禱。當時我心入邊有一種呼喚，我想上去啊！但係又好少人上去喎，啲人即係好少人啦，初初時候咁話，跟住我問阿 J 上唔上好啊？咁但係咧，阿 J 好似聽唔到我講嘢，唔知啦。咁跟住啊，我上啦，跟住我。衝咗上去啦，跟住跪低啦。當我一衝咗上去，唔理人哋咁跪低嘅時候，我就感覺到嗰種好即係好平安啊！周圍發生嘅一切事都唔已經唔關我事噶啦，好平安咁樣喺度敬拜神。然後佢話啲人一企起身祈禱啦。當我一企起身嘅時候咧，我就非常之感覺到聖靈嗰種能力湧埋嚟我嘅身上啦。我全身喺度即係。感到好麻痹嗰種感覺，但係咧嗰種麻痹嗰種感覺咧，又唔係因為企得太攰而麻痹啦，而係即係好似想像下，一瀑布好高好高瀑布，然後咧企喺瀑布下面，啲水咁衝落嚟你嗰度，因為啲水喺高處衝落嚟，佢有一種好重嘅重力啊，嗰種聚力一衝埋嚟嘅時候咧，咁啊人咧好難企得穩啊嘛。就好似嗰種好震撼人心嗰種感覺，我全身都覺得好厚嘅嘢咁樣包圍住我啦，同埋我深深咁樣，因為我手係咁樣舉起啊嘛，然後我真係感覺到我手可以咁樣掂住，感覺到聖靈嘅即係聖靈嘅手啦，喺度。即係我有喐我的手指㗎，然後佢每一個關節咧，我都 feel 得到佢嘅存在㗎，好奇妙㗎。同埋令我諗翻起牧師 show 嗰個 video 啦，就係一個女仔啦喺個 Benin 聚會上面祈禱啦，然後佢一跌低，佢話佢感覺到耶穌抱住佢啦。當時我真係感覺到神喺度抱住我啊，因為我後面咧真係好似有嘅，即係好似有個人咧咁樣挨住，可以咁樣頂得住，有感覺㗎，係有一層好厚嘅咁樣感覺頂得住㗎。同埋個頭咧，係真係有一種個肚啦，同埋頭啊，有一種能量喺度流嚟流去啦，同埋咁樣好似有磁性咁樣吸住全身咁樣啦。嗰種感覺帶俾我真係好震撼咯。當時喺 Ben 兄嘅聚會，我都試過相同嘅感覺，但係依一次係更加震撼㗎。當係啊。这个就是我分享。